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默想神话语的时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时常会发生战争，我们需要神特别的看顾和保守。那在我们传福音，在我们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神的带领，更需要神的帮助。我们只有靠着他，才能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历代至上十八章一到八节。此后，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，又攻打摩押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索巴王哈大利谢往幼发拉底河去，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直到哈马，夺了他的战车1000，马兵70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后来，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、铜柱和一切的铜器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《历代至上》十八章一到八节。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战争，那其实，在早期的战争之中，更多的是外敌入侵的时候，他所进行的应战。但从这一章开始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转变。是大卫为了使以色列的国土坚固，主动的来进攻他的仇敌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从约书亚到扫罗，那他们原来所得之地只是神应许之地的一部分而已。到了大卫的时候，神要使他能够率领以色列人得到神所应许的全部的土地，是根据神的应许而征战。那这个时候，大卫的征战是抓住神的应许，靠着神的应许去征战。那么我们看到大卫所制服的第一个敌人是腓力士人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。提到腓力士人，我们都印象深刻，因为腓力士人是非常凶悍的敌人，他们世代与以色列人为仇，常常欺压以色列人，所以以前的时候，他们多次被腓力士人欺压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制服这些人。但是今天，神将腓力士人交在大卫的手中，是大卫把他们制服，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地方。那第二个敌人呢，是摩押人。摩押位于以色列的东南，我们知道他们是罗德的后裔，在士师时代的时候，他们曾经也欺压以色列人，到了今天也被大卫制服。那攻打的第三个敌人是索巴王哈大利谢。索巴位于大马士革北面，为亚兰国的小国，虽然国家不大，但是却有争雄之心，他们要想着在当时能够与大卫对抗，所以大卫带兵把他们打败，获得了全胜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夺了他的战车1000，马兵70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这里记录
大卫再次没有遵守律法，他忽视了以色列的国王应有的行为。我们知道神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警告过他们，神这样说：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上一次大卫就犯了错误，他为自己多立妃嫔。在十四章的第三节这样说：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他要为自己添加了马匹。这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的行为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在顺境之中，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话语，我们常常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去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儿女，我们是否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谨慎我们的言行，一举一动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呢？愿神保守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大卫连续打了胜仗，那现在遇到第四个敌人，第四个敌人是他们主动送上门来的，也就是亚兰人。我们看第五节，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索巴与亚兰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当索巴遭到攻击的时候，他们派出援军要帮助索巴，然而一同遭到败绩。不但如此，大卫乘胜追击，长驱直入，占领了大马士革，在亚兰地设立防营，并且彻底的制服了这些亚兰人，使他们能够向他进贡。那我们想，大卫他能够在战争之中不断的取得胜利，所向无敌，那取胜的秘诀在哪里呢？我们看第六节下半节，这里告诉了我们秘诀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这是大卫取胜的秘诀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战争之中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兵力，看到的是敌人的强盛，但是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任何的敌人都不堪一击。耶和华神要帮助我们，他能够使我们得胜。那我们想，为什么大卫得到神的帮助呢？我们这些人是否能够像大卫一样也能得到神的帮助呢？我们是否也能够靠着神成功呢？这是很多愿意成功的人的心声。那我们应当知道，神怎样能够帮助大卫，其实也能够帮助你和我。但是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是否能够有大卫那样敬畏神、依靠神的心呢？我们是否以神的心为心呢？大卫的征战是抓住神的应许，大卫的征战是为神而战，我们的征战呢？为谁呢？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征战呢？如果我们为神的国征战，如果我们愿意能够为神的事摆上自己，神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神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之所以蒙神重用，是因为他合乎神的心意，是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，要把神的百姓带到神所应许之地去。今天的我们应当好好的来效法大卫，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，抓住神的应许，靠着神的力量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
那大卫得胜之后，他不单成为宗主国，他也掳掠了很多的金盾牌和许多的铜。那这些他没有据为己有，他带回耶路撒冷，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能够留下很宝贵的材料。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，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，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，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、铜柱和一切的铜器。那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记载的战争是涉及到好几个国家，涉及到很多的兵力，其实战争是非常残酷的，但是大卫都能够得胜是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其实愿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神的缘故，能够刚强壮胆，靠着主打了美好的胜仗，能够为主得到更多的灵魂。愿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带领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之中能够常常得胜。主啊，当我们传福音，当我们向黑暗的势力宣战的时候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依靠神，能够得胜再得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